今天呢，猴哥上米沙家去挖树根儿，因为猴哥寻思十根能挖出来，跟着我们俩刚才去了，没带自己挖出来，2天也挖了，太累了。完，今天跟他上打碎的，把机器拉，那这一戳是55公里。你上车给我抬，给我装在这，再等会儿。对，上车你，你把绳长点，我让使劲再来，一二，一二，哎，再。好了，我们一会儿到密山崖干活了，就是那个这10个树根啊，今天争取一天干完的吧。大哥给我开车呢，我能歇一会儿。你看老大哥开车好厉害的，60多岁给猴哥开车，他开车我能轻松轻松。要不太累了，给领导开车啊。这大哥老司机了，开一辈车了。别拿村长不当。哎，猴哥歇会儿能睡一觉，这不能轻松轻松吗？我们俩今天工具落一个，所以回家取工具去。今天我们挖树根，原来准备挖出来，但是这个挖不动了，太累，10个树根，所以猴哥带着机器不行，这回去我们就得再回到家。密山崖到家50公里，完了大哥开车，我在躺车上休息一会儿，把那个打根机拉来，我们俩一天就干完了，要不人真的干不完了。大哥也是老开车的了，我们哥俩加一起100多岁了。看401的车，今天这周日，车不堵车挺好。如果堵车，今天这活就干不完了。老司机不好听啊。那爱听啥，大哥？大哥，你看可讲究个人，他也挺好听的。往左边一沿到前面下道了。这打的10个树根，看这面5个，那面5个，树根能给你打到，靠这个机器打。这人挖确实挖不出来了。看这5个，动手看，来，这边还有5个，先打这边。给这打完再干什么就可以了，就这5处太难了。累死了，这活动太累，太重了。嗯，行了，这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嗯，已经打地半尺了。对啊。一会儿再打这个呗。吃完饭了。吃完饭。打完了2个了，还有8个。嗯。哎呀，刚吃完中午饭，累了。杯咖啡，这牛肉干是昨天那个山东的妹妹给你的，我俩没吃了，拿这儿今天再吃。这活太难干了，10个干掉2个了，还有8个，这你还没除掉的，这是争取今天干完的吧。看这个，这都树根子，这个大呀，得看除掉2个了，还有8个了。这面还有5个呢，大伙看这5个，看这地面，高出地面这么的高，看。哎，这活真累呀、啊！看这树根一个多粗，看，这个也大。哎呀，这5颗根干完了。干一半了，还有5颗，再有1小时差不多就完了。瞎子磨刀快了，能种花了，干啥都行了，哎、能种点花。种菜也行，种点菜也行。种菜也行。猴哥屁股后边破了裤子。啊？好嘛，幸亏有秋裤，没秋裤漏定了。赶紧今儿脱了，我再买一条吧。没钱呢。啊？穷的，猴哥穷了。上二手店。二手店才几块钱，5-6块钱一条。一条裤子啊？啊。我这没啥二手店买。工作裤子无所谓，也不是逛裤。没去过吧？我带你去。还有5颗呢，就完事了，就用这么这5颗了。看，这活最累，挖树根这活，没办法，干这活就这样。哎，这5个挖完就彻底今天就结束了。对呀，挖树根我是最轻松，猴哥最累。你也不行，大哥我开车，
开车拉我就行，我在车我能睡一觉。你大哥不差钱，帮我忙的就是。谁说不差钱？多好，大哥。差钱啊！俺们哥俩加过都100多岁了，110多岁了。这五个挺大的，他的游泳池水管子搁那边树底，所以就得干起注意点。这面就没有，你看。哦。